調理歐國杯，好，今日是最後一集的調理歐國杯啦。咁今日就我同阿娜姐啊，就兩個喺度就相濡以沫啊，陰公嘅真係。哇！俾你噴口水噴撚咗咁多集咧，你真係唔好以沫啦，你啲飛沫好撚勁啊，你知唔知啊？所以我今集咧，我會咁樣坐嘅。噴好啲，你唔見到我唔再著短褲，就俾你噴到咧，唔敢著短褲。好，有咁啊，當然啦。做直播仲慘啊，我驚俾我 mon 遭殃咋。我哋個 mon 唔會遭殃嘅，放心嚇。阿導演，阿導演，而家麻煩你引入嘅，講翻台務嘢。咁就其實今集嚟講就啱歐國杯就已經曲終人散啦 ，official 嚟講嚟講，嗱恭喜意大利捧杯啦嚇咁啊！唉、哎，英格蘭真係唔抵爭啦，55年嚟再一次打入呢個大賽決賽，不過屎忽鬼收夫基臨決賽走嚟玩變陣，又玩埋又好學唔學，學埋我哋香港偉大教練咩李志堅啊、楊正光啲衰嘢入咗波喺度縮。唉，講乜春咧？真係縮得早咗啲，太早入波。其實佢應該咧領，佢應該 remind 翻佢自己西班牙之前有一場係打瑞士，嗰一場又係頭十分鐘入咗波，跟住不停左交右右交，再諗住拖埋嗰80分鐘，其實就根本唔可能嘅。佢太早又已經決定收兵啦，真係縮到咧縮陽嗰只啊嗰陣，所以冇辦法。而且佢係臨尾嗰個12碼轉人落嚟嗰個未熱身，嗰幾個球員。落咗場即係波都未接你，叫過嚟真係純粹射啊！喂，大佬，你都俾我 feel 下個波先啦，係嘛？咁其實佢自己收腹肌都講啦，話其實叫佢哋12碼都係平時 training 咁啫嘛 ，expect 佢有平時 training 嘅水準攞到出嚟嘅。12碼仲要係爭杯啊！爭杯比賽同 training 嘅時間係完全唔同。其實所有教練都知，如果你喺比賽嘅時發揮到你平時訓練嘅一半以上咧。你已經係好勁噶啦，執贏噶啦，咁同埋再加上，喂咁多喺你自己主場，咁多國民，咁多國民嘅眼光啤住你，喂你冇壓力就假嘅，點可能冇壓力啊？冇玩啦，不過都好嘅，嗰班後生仔既然被調換出嚟，咁啊學下承受2年壓力啦，睇下世界盃點咯。啊，咁啊一嗱，因為有個小有趣嘅統計嘅，世界盃係4強，今次歐洲嗰一杯就決賽，莫非下出年世界盃嘅時間？有冇機會更上一步呢？啊、之前法國唔係歐國杯亞軍，然後做咗世界盃冠軍咩？誒唔係，我指今英格蘭，英格蘭上屆世界盃4強，睇下咪咁樣咯，係咪先嗱？咁啊，當然嚟講咧，即係除咗我本人之外啦，咁啊，其實好多英格蘭對球迷對今次嘅英格蘭都係有啲期望嘅，咁亦都做啲好。比較係即係為咗睇波，你可以去到幾盡咁嘅情況啦。好正常啊，咁難得。OK， 咁啊，就有一個中世英格蘭球迷咧，就深信55年後再次打入大賽決賽嘅愛隊英格蘭會成功捧杯啦。所以咧，就喺呢個決賽之前3日咧，就走咗去紋身，紋咗乜嘢咧？紋咗個 Euro 2020咧，歐洲國家杯隻杯，咁同埋咧 It's coming home 嗰隻字，咁結果好不幸地啦，杯就捧唔到。Euro 2020就打曬，咁 It's coming home 變 It's coming room R-O-M-E 啊，真係好不幸啊！咁就但係當然啦，即係佢對呢份對英格蘭嘅即係忠貞不二嘅支持咧，咁被尊敬嘅嘢喎。咁其實好多人都會將呢佢覺得好有意思嘅嘢紋喺個身度。其實 It's coming home or It's going It's coming room 其實個問題都唔大嘅，佢淨係話俾佢聽，我真係好忠實嘅球迷咯。冇問題，即係可能下次呢位球迷嚇、啊，即係如果嚇、啊、英格蘭喺下一屆嘅世界盃嘅時間，咁啊有機會再殺入四強再贏咗波啦，會紋埋個世界盃，再紋埋 World Cup 2022嘅 It's coming home 咧咁樣嗱，即係希望佢。咁好彩佢就捧一隊啫、啊，如果佢捧好多隊咧，個成身應該紋鬼曬啊！如果你諗下。我又捧德國啦，又捧荷蘭啦，又捧意大利啊，咁樣搞法咧，你應該成身好多搞唔掂喎，唔夠咁多肉俾你聞啊！即係 N 聖加奴就係呢啲啊嘛，即係呢啲係正宗喎，好有料到呢啲係咪先？好彩佢成日捧一隊啫。啊，咁啊，當然啦，但係我哋將時間個時光機再褪早咗少少，喺四強嘅時間入邊有一個英國嘅女性打工仔。啊！非常欣喜地抽獎就抽中咗呢個英格蘭對丹麥嘅波飛，咁所以嚟講咧就嚇喺呢個翻工，即係因為公司唔夠人嘅時間啦，同埋睇波，咁啊兩者做抉擇，咁咧惡向膽邊生就心諗，喂我冇理由咁黑嘅，啊冇理由咁黑嘅，即係射波索性，係啦，於是真係走去射波，咁但係咧好不幸地，當丹麥擺咗烏龍嘅時間咧。
咁你知㗎啦，一入波，咁個電視台嘅 cam 就影啲觀眾㗎啦嘛。佢個大頭影到中曬喎，即係斷都冇咁正。咁然之後咧 ，cam 到個大頭嘅時間，佢呢個女士咧轉個頭就收到個同事嘅 message 出，喂，影到你大頭啊，全世界睇到你啊。咁結果呢個女士咧，第二日咧就翻到公司係被解僱啦。咁不過呢個女士都冇後悔嘅，因為俾佢再揀咧，佢都會堅持咁做嘅。其實好簡單啫，張波飛其實嗱，好講真一句，佢嗰個最低工資係幾多？好貴，英格蘭唔平嘅噃。十幾磅一個鐘，一張波飛幾多錢？哇，過千啦嗰啲位。係啊，呢啲咁嘅位置，1000磅一張飛喎。跟他要做幾多個鐘才有到這張票出來，你首先你想了這個價值觀先，我十幾磅一個鐘，我要做百乘百個鐘我才買得起這張貨幣，所以他今次是博得值的，還有他第一排喎，沒錯，高級位，即是說只要他一個月內找回第二份工，其實他沒有損失過。咁不過而家英格蘭嘅環境就雜雜地，不過唔緊要嘅，福利國家有總會有啲嚇。哦，問題不大嘅，尤其是咁多移民咁樣。不過佢呢啲嘢咧，就我有時覺得咧，人類好得意，成日話俾人侵犯私隱，但係成日自己又公布私隱嘅。例如好多人咧，去到邊個去睇波中意打卡啦，去到邊個演唱會要打下卡啦，其實。你咁樣咪好難射波咯？冇噶，你即係你變相公開曬你啲行蹤，話俾人知。喂，我今日去叫雞啊！咪就係咯。咁所以其實你打卡喺邊啊？北河街、亞寮街。係啊。係人都知道你大概想點啦，咁你買餸咩？冇嘅，咁所以有時啲嘢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所以點解我好多時都會保持喺社交媒體入邊，我好保持低調嘅。你唔會知道我去邊啫。你都不會找到我 share 啲乜嘢嘅，係 share 最多乜嘢？貓貓狗狗咯，大家笑啊！其實有時即係 share 啲嘢係開心分享冇問題，但有時啲嘢都要保障翻自己私隱嘅。有時真係我個 location 好大問題，不過佢都算好彩啊，咁樣俾人拍到。咁其實呢件事講真，佢俾公司炒咗，又俾媒體報翻出嚟咧，我又覺得佢未必個情況係太差嘅，因為都有啲人。然後就有些人會喂咁樣咁55年喎，等咗55年喎，你咁都唔肯放啲員工去睇波？喂，你公司而家做緊咩生意？賭市咁急咧，要咁緊張？就算你喺公司啊，你都開著部電視，啲全員工要睇啦。我認真講，喺香港英資公司咧，真係有呢種文化喎，即係話我以前做緊英資銀行咧，嗰個部門停工，咩事啊？英格蘭決賽啊！真係你巴西嗰啲更加唔講啦，阿根廷嗰啲啦，直情閂門叫你翻屋企睇波，反正你班粉搶喺度都係 hea 啦，係咯，都係喺發緊夢，都係望緊部手機啊，唉，不如索性俾你睇算啦，跟住再補充啦，即係你因為可以同員工傾翻咯，除非你係啲好前線，即係你要隨時火速嘅 front desk 嗰啲啦，係啦 ，front desk 啊嗰啲啊未必能夠 arrange 到，咁但係如果佢公司嗰度既然咁樣報咗出嚟，我相信喺英格蘭本身個媒體或者社交媒體上面都有啲人會覺得佢好唔抵為佢不值，因為邊一個球迷都會即刻 consider 諗點樣去睇波，只不過講唔講大話嘅問題啫。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佢個未必間公司真係會唔。要佢又或者喺另一個 condition 之下，可能佢肯道歉嘅話，仲可能仲有救嘅。不過 anyway 咧，即係始終嚟講，唔解僱解僱咗啦。不過我早記得就係話，2002年日韓世界盃嘅時間咧，記得八強巴西對英格蘭咧，佢打個時間好靚嘅點幾啊。係啊。咁咧變咗嚟講，我嗰陣時就我啱啱喺嗰間英資行入即係工作啦。咁個老細話放工，做咩事啊？睇波。於是乎咧，就真係幫一間酒吧衝入去睇波。咁你叫目睹斯文俾阿朗拿天奴笠死，火都嚟埋。咁都冇辦法嘅，其實第一你貴公司啊，福利特別好啦，你個 department 又唔係前線，下邊排緊隊做緊車乸嗰啲咧，就真係想死啦。真係飽啊！你好在你個 department 就唔係真係個好前線嘅 department， 好執急住要交貨啊，或者要急住睇住個市嘅 department。咁所以佢俾你咁做都正常嘅，或者有時大家公司會同翻啲員工協調。喂，你啊，今日睇咗兩個鐘波啊，跟住補翻幾個鐘啊嗰日。咁未至於咁老土嘅，講真。不過個老細就都係忽忽聲噶啦，即係調翻轉。咁啊係啦，梗係睇住自己心愛嘅隊伍輸波，個個都忽忽聲噶啦。相對嘅，你真係冇得講。咁啊，咁我嗰陣時嗰個老細咧就好怪，即係佢係咪都飲大噶啦？開心嗰時又飲大，哭波喪又飲大，係咪都飲大曬 ？OK。咁變咗嚟講，即係話而家嗰個即係情況，英格蘭嚟講就
雖則話就係失落，即係失落啦。咁啊，我條二穿一波飛又爆咗啦，英格蘭捧杯加傑志，我哋冚唪唥都要齊齊飲涼茶。冚家咧有人唔使飲嘅，我哋手足入邊。係啊。咁我哋嘅飲茶，我哋嘅飲茶飲嘢儀式咧就遲早會進行噶啦。找曬數未啊，導演記唔記得？喺第二個場合找咗數落去，找緊未先？找曬啦，好找曬啦 ，OK 好。咁啊，嚟緊我哋都會，即係我哋都會同阿大佬商量下，喂，會繼續搞啲咩話？即係呢啲嘅競猜榜啊，咁同大家娛樂下啦，係啦，大家開心啦。OK， 咁啊，當然啦，即係公平少少，咁意大利捧杯都要恭喜佢嘅。不過嚟講咧，捧杯之後咧，主力後衞呢個迪羅倫素咧就俾人影到喺。更衣室食煙慶祝喎，嗱咁啊，即係我哋都成日講係作為運動員，即係以身作則啦。食煙係一樣，即係比較危害健康嘅行為。其實嗱，即係你覺得喺呢，即係嗱，我自己會抽嚟咗即係捧杯，咁食翻一兩口，未嘗不可嘅。之後操翻近少少啦，係咪先？咁但係其實，對於運動員生涯嚟講，食煙會影響有幾大咧？嗱，我哋記得冇大概幾年前有個球員陳七啦。影到食個口煙啦！偉大嘅陳七，係啦，即刻個就 ban 佢啦，即刻就懲罰佢啦，佢貴公司。咁啊，其實喺好多人嘅眼中，覺得運食煙，尤其是運動員係絕對唔應該食嘅，因為好多人會見到嗱，你食煙，你淨係買包煙，出邊咧寫就佢有七八種有毒嘅物質啦，又會令至你陽痿啦，陽痿啦，會早衰老啦，牙周病啦，有肺病啦。有 cancer 啦，導致請唔到期啊！有樣嘢係講緊食煙嘅壞處。係。咁所以作為一個運動員，如果我需要極多體能嘅運動員，理論上係唔應該食煙嘅喎。啱啊！因為其實尤其是對運動員嗰個問題就係，你本來個肺嘅作用就係你將啲二氧化碳轉化做氧氣，然後將啲氧氣啲血液將你啲氧氣帶去身體其他嘅器官嗰度。呢、这個就係你身體個肺部同個血液嘅運作嚟嘅。咁但係食煙有一個 substance 就叫 carbon monoxide， 一氧化碳。佢呢種嘢佢入咗血之後咧，就會阻礙你呢個二氧化碳變氧氣呢個程序。係。阻礙咗呢個程序，所以食煙嘅人會唔夠氣啦，又或者會缺氧啦，食得多煙會有咁嘅狀況出現嘅。咁如果你係一個大氧，即係你。大部分運動員都是帶氧的，你篤波除外啊。即如果你是一些很靜態的運動就除外，射擊啊那些未必需要那麼大的體能，那些羽毛球添，我成日都話。但是如果在一些足球上面這些存在那麼大氧的運動呢，是理論上對他的 performance 他的表現來說是有影響的，所以每一次的運動員呢都會被人罵到傻下傻下，就是這樣了。 OK， 那當年加上陳少琪就由於回歸南華，那入球數量大跌，再加上食煙影響形象而已。那食煙是一個 side factor 來的，就不是 key factor 來的。那當中來說，在球圈裡面都有些知名人士食煙嘅啦，當中包括斯丹啦，食煙食到球王咁樣吹咩係咪先？巴夫斯啦，我話巴夫斯嚟講，相對龍門影響冇咁大啩。龍門嗱，其實佢嗰個走動少啊嘛，啊理論上都係唔好噶啦，影響比較少。但係有一啲數據咧，你睇翻你食煙嘅人咧，好少咧去睇一啲關於戒煙嘅資訊嘅。係。但如果你睇呢啲戒煙嘅資訊咧，你又睇到一啲令你覺得好好笑嘅事情。喂，講嚟聽下先，講首先咧。要俾卡神知啊！呢樣嘢。首先食煙後，食完煙之後20分鐘之後，你嘅血壓會自動回復正常。喂，即係高血壓嗰啲可以食煙咁樣減血壓？唔係咁好喎。嗱，你食煙嘅時候血壓會升高，因為你缺氧，咁你咪供血辛苦咗，血壓咪自然升高咯。但係當你食完支煙20分鐘之後，你個血壓會 drop 翻，會回復正常嘅。係20分鐘。20分鐘。係食煙之後。12小時，體內的二氧化碳回復穩定，從而增加了供氧的能力。簡單來說，供氧的能力回復正常。24小時之後，心臟病和中風的風險降低，血壓完全回復正常和降低。48小時之後，味覺和嗅覺神經開始自我修復。咁勁！食完支煙，如果你最後一支煙食完之後1個月之後，係肺部嘅纖維組織開始修復，係咦？喺9個月裏邊將會回復正常。
同埋有呢一個嘅免疫力。喂，咁即係話，如果中冇肺嘅人士可以鼓勵食多啲煙喎，以毒攻毒喎，會唔會咧？你試下。我未試過啊。有咩所謂啫？今日中冇肺，意大利咪啲半隊中咗老肺，咪攞杯黐線㗎！意大利半隊中撚咗攞杯阿 C 七夠送咗啦，咪神隻手。啊嚇！咁啊。你不如話中完冇肺仲好過。喂，唔係啊嘛？黐線㗎！今屆啲數據啲冇肺嘅數據 ，but anyway， 你睇完呢一堆咁嘅所謂戒煙資訊之後咧？喂，我抌低支煙嗰一刻開始，我後悔啦。一個月之後，我肺部開始修復。九個月之後，佢回復翻曬正常。係。咁我食完呢支戒九月咪得咯。有即係九月之後再食多支。咪係咯。哇！咁好考定力喎。咁你聽，你成日聽成個數據嗱，我就 consider 啲 Lorenzo 嗰個情況就係佢係一個 frequent smoker。定係佢係只係一個喂贏一波喂整啖，即係食 happy， 即係啦，好似 happy 煙啊， okay. 或者人哋派雪卡啊，生仔派雪卡嘅理論一樣。喂，唞啖氣啦，你整啖。佢可能未必係一個長期拿住包煙嘅人，佢可能只係可能一兩個禮拜出嚟飲杯酒，咁啊食幾支，咁就又停啦。OK， 咁啊點解揾阿娜姐講呢單嘢？其實就呢個情況咧，有好多大陸嘅網民咧就個話：喂，職業球員嚟喎，食咁啊食啊，即係食煙唔係咁好喎，心貴人工係咪先？即係會影響。叫人戒撚咗佢先啦，佢自己。其實大陸食煙都仲勁啦，講真。大陸啲煙又濃，啲人又食得密，同埋佢哋好多時仲有一個派煙嘅習慣嘅。派煙係啊，係啦，飯局嘅時候個個要袋幾包煙出街嘅，派007咁樣啊。係啦，即係不停咁派煙嘅狀況。其實我話大陸嘅網民啊，最冇資格去 challenge 嘅。你喺大陸個個都係咁食。阿主席都係咁食啦，當年。咪係咯，就係我覺得最冇能力。佢尋日佢啲煙啊～濃好多啊！大陸，勁啊！大陸佢哋啲煙啊，嚟興出賣嗰啲十幾啊，坐住十幾嗰啲尼古丁嘅紅塔山啊，嗰啲好啱勁嘅喎，勁過紅萬嘅喎。其實，如果你講話運動員生涯裏邊會唔會真係俾食煙影響得好緊要咧？我又唔認為真係非常大，因為只要佢自己能夠 control 自己，佢唔係一日一包紅萬。OK。如果佢一包紅萬嗰啲咧，多數都係跌硬噶啦。個奇蹟，所以點解沙裏踢唔到波啦？即係沙裏教波。佢係而家咪有啲好淡嗰啲一個 milligram 啊，即係等於抽風嗰只，即係真係好似食風啊。係。佢嗰一隻嘅情況之下咧，佢唔係日一日一包，佢可能幾日先一飛半飛。我又唔覺得會對佢 career 有任何影響喎。好難幾日一飛嘅，我就未見過幾日一飛。如果佢本身，我要睇翻 Don Lorenzo 本身係咪一個習慣性嘅 smoker 啦？佢係咪日日袋住包煙㗎啦 ？OK。咁如果佢唔係日日袋住包煙嘅話，佢可能只係喂落酒吧先，喂整幾飛嚟啊，最多同你買兩飛啦。你都知有實有散煙賣㗎啦，你歐盟啲煙咁緊貴，實附近有啲散煙賣，熟知賣俾你，買兩支嚟啊！咁我又唔覺得有乜問題喎，即係開心煙啫。係啊，我有時覺得有時喺煙酒啊呢啲角度上面咧，好多網民咧簡直係一個道德撚嚟嘅。你自己又唔撚戒煙，你自己唔撚戒酒，你自己猛話人哋對健康唔到。喂，你啲網民你醒未啊？你食咁撚多飯，你食咁多甜嘢，飲咁多甜嘢，咁你自己咧？你食咁多高脂嘅嘢，咁你又點計啊？你又望住人哋一兩個 habit 喺度係咁鬧。相對之下，你一樣想生 cancer， 你食咁多糖，即係調翻，即係揀人嗰只喺個高地入邊望落翻啲平民嗰度。係啦，即係你食咁多，你得閒無事，你中意食咁多糖啊，食咁多高脂食品啊，你咩樣心臟病生 cancer 三高？哇！我好撚危險喎，咁講法。咁樣你，我覺得就係用個道德高地去睇呢一啲嘅球員啊，實即係 of course 係公眾人物啦，多少都要小心啲啦。下次總之就唔好俾人影到啦。免得過就免啦。咁嗱，調翻轉講。更衣室入邊嘅情況，你估係咪真係啲即係一般人可以影得到咧？咁我又唔覺得係本身係咁大件事咯。OK， 咁啊，即係都係嗰句啦。凡事嘅即係覺得睇輕啲啊，即係有時啲壞習慣未必係習慣嚟㗎，可能飲杯酒開心下，或者臨瞓飲少少。對有啲人嗰個 frequency 唔係好多㗎啫嘛，即係好似高普嗰陣時講。朗尼有幾癲啫，飲酒。我哋後生仲癲啦。朗尼唔癲啊，朗尼叫老雞癲啫嘛。
叫幾條叫條四十六歲女唔請屋企，佢嗰陣時十八。你叫老雞有咩所謂？即係性生、啊、性需要嚟噶嘛，人嘅正常需要嚟噶嘛。但係我覺得凡事唔能夠多咯。其實喺我自己嘅運動生涯裏邊，我覺得酒仲傷過煙。咁啊係啊，酒真係大鑊啲啊！我覺得酒仲傷過煙，尤其是酒嗰、那個佢能夠影響到你個睡眠啊。係。所以如果你長期飲酒，你唔飲酒嗰兩日你係瞓唔到嘅。OK。咁所以佢其實我覺得酒個影響仲厲害煙，尤其是你可能昨晚飲大咗，你聽日咧嗡下嗡下，仲有啲宿醉嘅感覺啊，或者真係水腫啊、未回魂啊，咁、okay. 樣你去 training 咧就真係好傷嘅。衰多兩錢。係啊，衰多兩錢，你咁樣去操就衰多兩錢。但係呢種事情講真，個個運動員後生都做過㗎啦。冇嘅，即係最緊要係即係釋放釋收啦，唔通我個個斯朗咁樣咩？唔通你真係叫大家去做斯朗？其實所以斯朗咁成功咯，但係你有冇咁嘅能力去做斯朗咯？你做斯朗會做到即係可能你身邊冇咩朋友啊？可以冇㗎。你可以有咩朋友啊？揾親你食飯嚇，揾親你飲咖啡，又係食雞胸。揾親你飲咖啡唔得，咁又飲水啊？係啊，真係飲水。約你落酒吧飲水啊？即係人哋會覺得哇，其實好似斯朗咁嘅生活，其實佢都冇乜朋友㗎。真係冇乜嘅，所以甚至乎佢老婆都覺得好撚煩。所以其實大家同樣36歲，即係題外話講講下LeBron James 啊。LeBron James 原本對即係個對於個飲食嗰個要求同斯朗係一樣嘅。咁啊，近年嚟講，即係可能放開咗啦，所以就食。吃回紅肉，近呢一年就開始飲臨瞓飲少少酒，咁甚至乎同個小有時同個小朋友就食啲即係墨西哥快餐啊嗰啲咁樣。其實嗱，大部分時間運動員驚嘅係糖分，反而你係減低個糖分嘅 intake 重要過你唔怕去食脂肪啊。例如有啲嘅生酮飲食都係㗎，係㗎，嗰啲係照用脂肪嚟代替嗰啲carbohydrates 嘅做法㗎，其實係可以咁做嘅，只要佢諮詢咗個醫生嘅營養師意見，佢可以咁做，冇咁做。咁你 why not I enjoy my life？ 所以其實咧，以前嚟講有個做法就話，脂肪嗰個對影響嘅程度大鑊啲咧，即係2015年之後，自從有個報告發現咗就係原來糖係大鑊啲之後咧，即刻對即係對於呢、這個碳水化合物吸或者吸收脂肪嗰樣嘢就已經係。即係推翻咗呢個講法㗎啦，咁樣。係啊，其實而家嚟講就反而覺得碳水化合物嘅吸入咧，對於 cancer 嘅 relation 咧係最大嘅。OK。咁另外一樣嘢咧，就呢樣亞洲人要好注意啦，鹽嘅吸入。係。因為亞洲人天食嘢都係鹹嘅。係由中啊，係啊啱啊，廣東菜啲真係好濃味。你唔好話廣東北方，你就算係泰菜嗰啲魚露都係咁。相對係嘅。加落去嗰啲日本人嗰個豉油嗰個用嘅程度。佢亦都係韓國嗰啲泡菜啊，鹹到你死嘅，咁即係反而喺個鹽就有機會引致你高血壓喎。OK。所以成日我都咁講啦，太多都不適宜啦，唔係叫你完全唔食，一個私測咁淨係殺雞胸，連滴鹽都冇咧，就真係慘啲嘅。咁但係其實有一啲嘅我自己以前落榜嘅時候，一啲嘅 alternative 嘅，咁我哋都係雞胸一族嚟噶。我哋都係要食菜噶啦。咁反而我個 alternative 就係我會落香料。OK， 即係嗰啲烚咗個雞胸，如果你加埋啲蒜蓉啊，即係生嘅蒜蓉啊，即係我自己比較食到蒜蓉啦。係或者啲你中意可以落啲洋葱啊，嗰啲鹽西啊，或者啲 bell pepper 嗰啲燈籠椒，同佢哋一齊食咧，因為嗰啲菜又俾咗啲味佢。係咁，你覺得冇咁乾爭爭同冇咁難食嘅，即係比較係 natural 嘅。係啦，咁如果你係你唔中意落沙律醋嘅，其實一啲冇勾兑嗰啲咪冇問題咯。因為市面上好多嗰啲平嘅沙律醋係勾兑，即係佢係醋本身又加咗啲水，又加咗啲鹽，加咗啲糖去做製造個味出嚟，所以佢先賣到咁平。唔係一支咁嘅沙律醋，有啲賣30蚊，有啲賣300蚊，原因咪喺呢個位咯。有機嘅物料同一啲人係啦，佢係 natural 嘅醋，佢唔係勾兑醋。咁樣嗰啲都可以用嚟做你個沙律汁啦。咁我自己有時就直接落檸檬汁添。喂，導演啊，喂，如果嚟緊開個節目俾阿娜姐講呢啲運動員嘅飲食咧，其實應該幾好聽嘅喎。應該得喎。其實呢個飲食習慣係我，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做拳手之前，我係一個好重口味嘅人。係。我好中意食上海菜嘅。係。咁。
但係為咗落榜，你要減少鹽嗰個 intake， 所以慢慢自己又要自己自收啦。難聽啲講句，要 home cooking 自己調節嘅。係哇。咁係啦，嗰陣時要啦。咁而家市場上面多咗好多要即食嘅雞胸啊，沙律嘅種類又多咗好多啊。呢樣即係你可能有啲賣咖啡啊，或者 S 字頭嗰啲鋪頭咧，係啦 ，O 字嗰間啦，入去你都有啲未撈嘅沙律，就咁就菜嚟嘅，你自己選擇落咩汁啊，或者唔落汁都可以，你可以自己選擇嘅。而家市場個 option 係多好多，冇以前咁慘㗎啦。多係啦，咁其實但係如果你講話係咪每一個人？都可以好似私七咁樣，主要要靠食雞胸、食菜或者好似LeBron James 咁樣可以食咁多樣嘢咧。生酮飲食其實我 exactly speaking， 我覺得未必每一個人都可以用。啱啊，因為有啲人即係講得俗啲，嗰啲飯桶嘅即係習慣唔係啊，你個運動量唔夠，頂唔到啊，脂肪唔知頂唔頂得住。OK。所以我覺得你做生酮飲食之前最好，如果你唔係一個運動開嘅人，都問咗你個營養師，問咗醫生先啦。明白嗱，咁啊多謝娜姐嘅專業分享。咁呢一其實呢一節呢娜姐呢個 session 就可以抽出嚟獨立做一個節目嘅。我想講係啊，即係因為其實本身嚟講喺香港咧，大多數嘅都市人咧，因為嗰、那個即係工作嘅關係，好多人都係出街食飯㗎啦。係啦，顧及唔到嗰個飲食，即係點樣去調節啊？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有機會即係俾個節目阿娜姐去。即係自己表演，誒等佢 solo 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健作為一個成功運動員健康飲食之道，即係等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其實我覺得最健康嘅飲食之道係唔好俾自己咁大壓力。咁啊係。有啲人捱咗十餐之後，第十一餐頂唔順啦，佢放肆啦。係。一放肆，翻唔到轉頭㗎啦。翻唔到轉頭嘅，即係佢有啲人係會減肥減到咧 depression 啊。係 OK。因為日日食啲嘢，嗱你食嘢已經夠麻煩㗎啦。因為你不能夠隨便一間茶餐廳吃東西，當然了，即是吃東西你已經夠鬼麻煩了，你的朋友呢對著你呢都喂很厭悶啊，就你好就那個好呢，即有時真的會令到他們 depression 的，還有你日日吃一些下有壞味的東西呢，就真的令到自己不是那麼開心的，所以梳落間要做一些的調節，可能兩三餐之後又 comfort 一下，但是你又不是大食，是如果你說夾硬捱十餐，你大餐那餐就大鑊到不堪啊！係不堪噶啦，就真係超曬標，一次過超標嘅情況對你嘅身體亦都唔係咁好事。翻唔到轉頭啊！咁所以即係變咗呢一樣嘢，即係喺都市人嚟講嘅飲食健康嘅用，我覺得呢啲資訊嘅嘢咧就值得多啲同觀眾分享啦，咁樣即係提升翻我哋節目層次。頭先我做節目喎，嚇、嗰個水準係比較低啊！即係都未能夠成功令你減肥。我傻啦，嘥氣啦，我唔會跟你嗰套啊傻啦！你飲少罐攞浪都唔會得嘅。我今日未飲 OK， 所以繼續飲緊水啫 OK。好啦，咁啊，最後嚟講咧，就總結一下一啲今屆歐洲國家杯一啲嘅即係數據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好嘛？咁啊，就今屆嚟講咧，哇，加時嗰、那個。次數嘅比例好誇張喎，十五場嘅淘汰賽入邊咧，八場需要加時嘅，當中嚟講四場十六強啦，一場八強啦，兩場嘅四強同埋決賽嘅，當中嚟講咧，其中嘅四場咧係需要用到十二碼分勝負添。咁其實今屆嘅賽事聽坊間啲球迷講到其實幾刺激嘅喎，嗱，即係你自己觀感係點咧？嗯，次次等到射十二碼嗰刻咪刺激咯。等到，因為等到。等到唔係等唔等到。等到都是一樣，因為點解咧？有時你瞓著咗，等不到射十二碼，等不到啊，瞓著咗啊，睇唔到啊。另一個可能性就係佢嗰個加時係咁拖，大家揼慢，大家揼住為咗射十二碼，大家都喺度拖慢曬，完全喺度等射十二碼，即係再浪費多我三十分鐘，即係明等收工狀態。係啦，個個都係等十二碼，再等咗三十分鐘，浪費咗我三十分鐘。所以我又覺得不是長長嗰個射十二碼真係令你咁緊張咯。OK， 好啦，咁啊繼續落去啦。今呢個烏龍波咧就創歷史高峰啊。係。咁就烏龍波嚟講咧，十一個，咁當中嚟講同埋有另外一個數據就亦都係創咗新嘅歷史嘅。首次有門將擺烏龍啊，佔三個。哇！杜巴卡嗰斯洛伐克門將杜巴卡嗰個烏龍真係肉酸到暈，真係好肉酸。開個班牙嗰個都係啦，學街我串自己動一動，自己動鬼咗入幕。唉，真係有時啲嘢好笑。好啦，同埋嚟講，今屆嚟講就值得講嘅就係十二碼嗰個嘅情況啦。嗱，今屆嚟講咧，十二碼咧就喺法定時間同埋加時嘅時間咧，就出現咗總數咧就十七個嘅。咁結果嚟講，個數據好得人驚嚇。
入九個炒八個，炒嗰八個入邊當中六個俾龍門救出嘅。咁就另外嚟講咧，喺葡萄牙對法國入邊一場波出現咗35個12碼，就成為呢個歐洲國家杯歷史上面最多12碼嘅賽事。咁但係其實咁樣講落嚟，啲12碼嗰啲水準都幾低下，炒嘅比例咁高。12碼可能是嗰個壓力大於佢平時訓練啦，即係收腹肌嘅講法。正如我哋頭先講，平時都唔使12碼啦。屌你比緊賽個心情唔同噶嘛。900幾人望住你，你平時你平時就話同啲隊友賭10蚊20蚊啫。即係你嗰刻，你個心情係會好大，影嗰個壓力係大。你睇嗰個啲壓力咁大，除非你純粹諗住快啲亂咁嚟收工嘅啦。啊，冇計，冇人會咁傻啊，係咪先？即係你就好似意大之前意大利入決賽之佢嗰個 semi final 嗰個12碼。佢嗰個嘅佢嗰個隊長喺射12碼之前，佢做咗啲好怪嘅行為，搞陣，摸下呢個囉柚啊，搣下呢個啲頭髮啊，令到佢哋成隊啲球員好輕鬆啊，就係放鬆咗。咁樣就射得到射12碼。OK， 即係有時呢個好講你個領隊、你個教練或者你嗰、那個。最需要就是講你個大佬啦。你個大佬如果知道明白你身邊的隊友，哇！佢緊張真就出事啊！緊張親咧就食炸糊啊！呢個人鋪鋪都係咁嘅。如果你知道你能夠好細緻觀察每一個球員，有啲人係唔可以緊張，有啲人非常需要緊張。佢越緊張做得越好，有啲人越緊張就越炒粉嘅。啱啊！咁你作為一個教練或者作為一個嘅隊長，你就要諗下點樣 comfort 其他人啦。即係點樣調節翻佢個心理狀態？係啦，調節翻佢嘅心情，令到佢可以好輕鬆咁樣射呢個12碼。OK， 咁啊陣間再有一啲12碼嘅分享嘅，咁啊講埋其他先啦。入球分佈入邊咧，今屆嘅賽事入邊總數有142個入波嘅，咁當中嚟講61個右腳入波啦，咁啊11個烏龍啦，43個幫左腳。咁如果減翻出嚟就27個頭槌，原來27個頭槌佔咗全部嘅入球數字咧19%，即接近20%喎。好誇張呢個數字，咁我當中嚟講咧，大戶就英格蘭啦，5個，瑞士咧佔3個嘅頭槌入波，哇！咁其實真係竟然唔係 Belgium， 冇盧卡古，有個盧卡古喺度都竟然頭槌唔係佢多，幫唔到 ，OK。咁啊，另外咧就史上最入球咧就係捷克嘅舒希克啦，咁啊對蘇格蘭嗰個粒射咧就49.7碼嘅。嗰球記得，嗰個就真係叻仔，嗰、那個叻仔啦。我都唔知話佢叻仔定好彩咁遠吊個波埋。佢睇到，我硬係覺得好似運多個運多嘅元素多啲啦。不過 anyway 咁樣真係經典嘅個波。係啊，碧咸遠過碧咸嗰個啊，遠過碧咸嗰個啊。OK， 咁啊，另外咧啊，有個訪問咧就訪問到啊，就有個訪問咧就咁樣講法嘅，就係話今屆嘅12碼場次入邊咧，先射嗰隊咧。贏出率就100%，咁就住呢個情況咧，就西班牙嘅即係巴塞隆拿中堅碧基就講到就係喂，即係順序射後嗰隊咧，就會處於劣勢嘅，因為有個壓力喺度啦。咁佢亦都個人認為就話用翻2017年期間曾經用過 ABBA， 就即係話第一輪 A 隊射先 ，B 隊射後，第二輪就 B 隊射先 ，A 隊射後，完全倒推網球 tie break 式咯。係啦，咁會唔會公平咁樣就覺會咁樣個情況就係話？會公平啲咁樣，咁啊嗱，即係你自己會覺得點呢樣講法係點先？首先，我個人中意睇一人一球嘅十二碼，係，因為觀眾角度係緊張好多嘅。係。咁如果你話射先嘅球隊好大壓力，咁我又好直接講，如果佢射失咧，啊射後嗰度有壓力，射即係話射後啊嘛，係啦。前面嗰個入波，你 A 入咗波 ，B 嗰個有壓力啦。係啦，啱啊。A 失咗波 ，B 嗰個邊有壓力啊？相對嚟講都係喺 A 之後就有到啊嘛。係啦，即係 A 第二個隊友有壓力，唔係有壓力係 B 喎。其實相對之下大家公平喎，只要有人射失一腳，係 B 自己嗰邊一定係有壓力㗎啦。即係話簡單嚟講，即係話其實講到底即係回即係之前用翻之前講法，就係個球員嘅心理狀態嗰、那個。作為一個考量的因素，就 instead of 就係話個賽制上，因為如果呢個賽制不可行的就不會行咗咁耐啦，係咪先？最多好似比你哥話齋，唔好射12碼啦，繼續加時啊，加時加到一日一夜咁最好啦，係咪先？其實你講真，點解佢2017年行完 ABBA 之後，佢唔肯再行翻呢個制啫？係要轉翻呢一球一啫，
即係話觀眾第一唔中意，第二球員都唔係覺得非常 benefit。係，即係我諗除咗李碧基投訴之外咧，你不如睇翻個 statistic 有幾多少球員投訴一人一球。係。即係佢哋一定係有反應 ，ABBA 佢哋唔覺得係真係咁就輸咗壓咯，佢哋覺得煩啫。咁啊調翻轉講，因為碧基嗰隊 Sema 都係射十二碼輸啊嘛，唔識點講啫。我程度上即係唔知係咪叫殺奶啦。咁但係就我自己會覺得即係話碧基個講法有佢有佢道理嘅，即係大家承擔翻風險咯。即係可能 A 射先嗰隊射失咗，或者射入咗，咪對方承擔壓力咯。係你每一隊球隊都係㗎啦，邊一邊失波先，邊一邊就有壓力㗎啦。即係其實純粹就係建基於就係話嗰個。心理狀態的調整多過個賽制去遷就翻個風險嘅承擔嘅情況。同埋其實相對之下，十二碼係比較有利弱隊嘅。嚇，梗係啦。係啦，咁嘅情況之下拉翻穩咯，算。嗯哼，咁啊，高文點都好啦。其實即係足球嚟講，有時開心嘅就係見到喂以弱勝強喎，咁樣係咪先？如果萬一弱嗰隊係真係打到盡啦。佢最終嚟講都係輸嘅，咪衰敗遊榮咯，係咪先？好正常啊！盡做即係只能夠講盡做啫，即係丹麥可以交出咁嘅成績，仲唔係盡做啊？係咯，咁就咪丹麥就值得表揚添啦！犀利啦！係啦，即係超額完成㗎啦！咁所以其實今日嘅歐洲國杯，其實你話開心多過唔開心嘅，最終嚟講即係起碼艾力神冇事就已經係我哋球迷最大的開心啦！呢個當然啦，但我覺得今次歐國杯最唔開心咧。就係令到嗰啲球員飛得太密啊！係咯，哇！真係飛到咧，一間又去咩俄羅斯踢，阿塞拜疆又英格蘭，阿塞拜疆又跟住就英格蘭，你想飛死人個仔咩？雖然你嚟包機，係啊，但係由英格蘭飛去俄羅斯都要九個鐘嘅喎。係啊，所以嗰陣時嚟講咧，分組賽前一個數據幾誇張，就係話分組賽嘅時間，英格蘭嘅飛行里數係零，而瑞士咧。13,000+係啊！我覺得其實我覺得係非常之唔公平。你個賽程今日，你三日就要踢一場波啦。係啦，你飛嗰段咯。我今日踢完，聽日飛一飛九個鐘，咪即係我冇咗半日咯，冇得休息咯。冇得唞㗎啦。係啦，我落到機嚇，即刻要試場試咯，戇鳩鳩去試咯，跟住戇鳩鳩去比賽。其實係對佢嗰啲球隊係飛得太密，我覺得非常之唔公平。其實呢個制度，我覺得應該改變咯。嗯、你唔應該為咗及咩啲左膠政策，為咗咩對咩亞塞拜疆經濟支持啊？支持得幾多啊？就將嗰啲球員咁樣嚟玩咯，其實係一種折磨嚟嘅。係啊，你真係折磨緊啲球員，走去話咩所謂支持佢，支持嗰兩三場。你唔好話你，如果你係亞塞拜疆，你不如將佢成個比賽轉移去亞塞拜疆。係咯。佢而家你只係用緊佢現役嘅球場，係冇大興土木過，冇、增加過酒店，冇甚至乎連遊客都唔會有幾增加，因為你太遠。嗯如果場波唔好睇，就未必跟過去。就算連遊客呢一個嘅有特嘅 benefit， 佢都冇埋。所以其實我覺得弊多於利。即係賺。你寧願你要幫助亞塞拜疆經濟，唔該你成個歐國杯亞塞拜疆平。即係當年嚟講，你香港啊。幫北京奧運搞個馬術啊，咁你幫到香港幾多啊？係咪先？其實幫唔到好多啊，不過只不過因為當時嚟講，北京佢對馬購啊，馬佢哋嗰個 facilities 唔係咁多啊，亦都唔熟悉，亦都因為香港最簡單個個禮拜都有馬飛嚟㗎啦，係啦，我哋香港有識得點樣運啲馬，點樣檢疫做曬所有嘢，呢樣係北京當年冇嘅經驗。因為佢哋唔係好，其實佢哋唔主張搞咁多嘅馬術項目㗎， okay, 因為佢哋覺得係貴族運動。明白，明白。所以佢當日俾香港搞，唔係一個恩典，係你搞唔掂。你搞唔掂啫。你北京你八月去到40度，你啲馬購冇冷氣，啲馬咪死曬咯。香港啲馬購有冷氣㗎嘛？我哋不嬲用開有喺度，我哋唔需要大興土木，只係屌掉啲馬擺佢去澳洲放住草先。就俾位你哋入嚟，就咁簡單咯。即係個資源嗰啲，我哋有現成資源喺度啊嘛。我哋只係將香港啲賽馬暫時寄養去邊度放草啫嘛。咁好簡單啫嘛，放草幾月養幾萬蚊一個月啫嘛，運費貴啫嘛只馬。OK。所以我哋相對之下，我哋嘅優勢係比北京強好多㗎。嗯，咁啊，估無論點做咧，即係北京都即係曾經大陸都話搞賽馬都幾好冇一件事啊，大家心照啦，係咪？咁啊，估無論點做啦，即係其實足球嚟講，即係無論話即係點嘅情況都，最主要就話啲球員落到場砌到盡，打得好睇，咁結果就相對嚟講比較少。咁係㗎，你做觀眾就算嗱，你好明顯睇到㗎，唔係捧佢嗰隊，
啲觀眾都可能移民噶。啊，所以變咗嚟講，真係踢得好嘅球隊係咁噶。所以今屆嚟講，你話即係雖則你話匈牙利喺即係個實力上面係會，或者不馬其頓啲實力上係差少少，但係打出嚟嘅波，你見到球員係真係搏到盡啫嘛。你好過法國嗰班。發嗰班大帝啦，嚟曬譜啊！唔係你有多時都係你相對有時你啲強隊表現冇啦，你嘅球迷更加失望。啱啊！巴西輸7-1嗰日，未輸到7-1，中場輸到5-0，走咁啲走一半。啲球迷已經掉衫啊，走啊！梗係冇人啦，自己主場嗰種嘢。強隊做得差，你傷害你球迷嘅心更加重。啊！即係好似英格蘭60年前嘅英格蘭咁樣。一個杯到而家都攞到，其實當日有一對對白，我覺得好精警嘅。一個評述就是英格蘭打德國嗰場，德國臨輸波嘅時候，佢嘅球迷已經喊啦，咁啊啱啱 plan 咗個 shot， 有個小妹妹，個小妹妹喺度喊，跟住嗰個評述員就話。哇！佢應對面嗰啲英格蘭球迷啊，話我好似你咁細嗰陣時喊到而家，小妹妹。咁但係結果就講咗呢一句説話係真嘅喎、哦。英格蘭一路自命自己係強隊。係。點知成日都交唔到貨，失望了這樣多年，哭了這麼多年。其實你更加傷你嘅球迷嘅心。啊哈！咁但係雖則嚟講係咁啫，但係個小朋友都獲得應有回報啦，就是、因為呢句説話，結果有個英格蘭球迷幫佢眾籌，籌咗35,000磅翻嚟。OK。佢幫佢跑，結果幫佢跑。我卅幾，咁咪40萬港紙啊！咁其實咁喊一喊都幾開心啊！有時係咪先？我講下導演，麻煩你引入嚟講講台務啊！唔該。喂，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係。我哋喺歐國杯期間咧，就3台一齊完播噶嘛。期間冇完，撚咗啦！屌你！即係但係而家完咗咧，咁但係其實都繼續呼籲支持大支持即係3個頻道啦。係。球迷直播都。袁文傑 channel 啦。係。球人志啦，同埋球迷直播室嘅，咁三個 channel 記得 subscribe 曬佢啊，記得多啲 like 多啲 comment 啦。好啦，咁啊當然要支持我哋嘅好兄弟 Patrick 足球落雨路呢一個專欄啦，同埋記得我哋嘅 Facebook 嘅群組啊、專業啊、VV 啊、VV 啦，係啦，群組其實 VV 群組支足球落。那個群組係好多人喺度吹水㗎。OK， 咁我哋都期望下，即係阿燈神機會繼續發功啦，幫助廣大球迷堂主嗰度啦。係啦。燈神啊，佢真係嘅講，佢唔信真邊個就衰邊。唔係佢好勁啊！佢 Gary 呢個真係勁。佢貫徹翻佢一貫嘅作風啦，即係有頭威冇尾陣啊！咁啊，結果嚟講咧，就恭喜 Marcus 啦，喺我哋嗰個榜入邊就最終啊！咁啱啱最後一日跑出，臨尾趕上，佢開頭好低噶嘛，榜尾，開頭榜尾，跟住送上嚟啊！犀利犀利，小弟都托賴啦，掹車邊攞到個第三，真係 ，anyway， 咁啊，多謝各位喺呢歐洲掛杯時間支持我哋嘅節目啦。咁但係當然，我哋都仲有其他節目嘅，咁啊，邊個問到香港人參加波有冇節目咧？話你知係有嘅 ，OK， 咁啊，今個節目就完啦。咁但係都希望即係嚟緊嘅時間。我哋繼續有一個咧節目嘅，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好啦，好啦，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啊四年後有冇機會再見咧？兩年後都世界盃廢話。唔係，我驚我今晚之後過，我驚我過唔到今晚啊，所以有咩再有咩陣落樓再講。咁我快啲走先啦，我慳翻啲白金。好啊，多謝大家收睇，拜拜。